我们开工了，农历八月初一啦。好，这一天除了大家都很忙，神明也很忙，因为鬼门刚关啊，怕有一些御驾未归的，还在四处游荡的，这时候神明就要出巡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我们在苗栗头份，哎，这间树林大，但是他有一个重责大任。他们有一尊太祖牙，据说还有一个重大的责任，就是要负责这一次，这河温压煞，负责这一次要来出巡，要来扫荡这些御驾未归的好兄弟们，所以我们这一次会在各个路口，他们说会有一个 C 楼岗的这个仪式，就是怕说会有这一些遗留在那边，你听好了，遗留在那边，所以要做这些仪式，来让这个民众能够心安。能够来恢复这个宁静。这间庙叫做苗栗头份太玄宫，主要祭拜的是咱九天天路牛牛。那他们有一尊太子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位接到重责大任的太祖爷，叫做莫龙太子。啊，因那个庙底这个头份的敖曾，敖曾这边出了一位大人物啊，其实也不叫人物，出了一位神奇的神，啊，伊就是竟然跳出龙凤宫的这个天雄三圣庙。天雄三圣庙，大家会以为说伊是妈祖，不是，伊是因家敖曾的几位罗姓妇人，之所以为什么会成神，这有一个非常非常传奇的故事。啊，这电视台常在播啊，因个这绕卡山嘛，落脚山嘛，啊，听讲出巡只要一降下来，进行落降，他的左脚就会自然的脱落，所以叫做落脚山妈，这样的神奇。啊，今天据说已经请到这边来了，而且非常的难得，这次刚好因为这场活动。特别邀请回到这边圣爷，算他的老乡啦，因为他以前是住这边的。那旁边这边还有一个扭蛋机，那扭什么？扭护身符啊，徽章哦。这是我们石大哥，他是莫龙太子的机身。他刚刚说你不要看那只太祖牙可爱可爱的，但你起起来你就知。惊死！哎呀，莫龙太子已经请进去了。对，仙公庙那边吃的金牌是这个。哦，他有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他那个头衔很大嘞。哎，你看，正二品。哎，太子，不是一般的太祖牙，有官威耶。所以他这一次领这个重责大任起来。为神爷，为神爷等来。啊，我本来就是讲，哎呀，为就是讲，请着和平太子。只尴尬讲，我唔是和平，你不是和平，我是白龙。时间一时来，伊成形，伊已拜大以后来，伊成形起咩？是，有吗？了解。我老店主最给不出门。对，没错。我老马上尴尬来，先说明。是，好吧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是流氓太子。祝福一下，您的年辛苦的司仪啊，他是我常要抱歉。对啊，这个 T 卡真的都很突然呐、啊。莫龙太子，他那个煞气整个，我们来点几把炮。你看出来就是刚刚那个石大哥吗？第一枚几把炮，请放位。来谁哦？我们曾文璇，曾文璇，很大声啊！哦耶，兄弟，过来！哇，好大哦！好，市民代表会副主席白竹生，看前面一下。眼睛都没眨，请点燃 ，OK， 大家欢迎，我和几参加的各身旁，
大熊都出现了。你就说今天这一场活动，真的没有在跟他客气。你要留下，我处理你。他的眼神很杀，你知道吗？每个眼神就在那怒瞪，你就不要被我抓到的那样子，被我抓成死定了的那种眼神。你抓！你抓！哎，干嘛？我想吐，不知道为什么好想吐。我操！在瞪着我的相机，瞪着你心发寒。哎，有时候都突然觉得毛毛的，然后一转过去看，他就这样对你笑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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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边有个 K 啊，有个里面有鱼。不是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，这里有事情。现在看他们走到这个路口，这个路口算是蛮大的，这边弄的都有点干乎。你看他们这个有更乖乖啊。哦，突发状况，突发状况。贵宾啊！三太子很生气，慕容太子很生气。为啥将领无交代？为啥恁无提的？等下。有看到你做代志吗？你的态度为何啊？叫你讲话呀！你搞啊！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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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突然觉得这个不能拍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因为之前就有听他们说啊，慕容太子做事情非常的严格，真的不容许任何的一点失误。他刚刚超级生气了。好，还要你一定。温水攻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我等一下。看到远方那个城隍爷降下，金峰崖。好，但要我先说，这是个很特别的路口、哦。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哪里有怪怪的啦，头一次两个神明来这边处理。一目惊鸿一来呀，过来了。呀，惊鸿一来，好，温水新平路一同连接，路处理。在旁边，在正旁边。哪里哪里？哇靠！我们家莫龙哥是喊好大一声。应该没事吧？就是这么突然，他跑到菜园里面去。哦，菜桌先退开。恭送莫龙中坛元帅师傅圣驾。来一次，来一次，来一次，主管，主管。刚刚石大哥整个已经瘫软虚弱了。所以说我想要之前跟他们聊过，就是这一场其实真的很不容易，这一场非常不容易，而且其实挡了好几次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跟我讲他们挡了好几次啊，莫龙中坛元帅就坚持说他一定要办啊，可是人力还不足啊，要怎么帮他？他说太祖爷就说没关系，他会处理哦。所以挡到后来这次已经挡两三次了，就终于到今天这一天。你以为大家都很爱办，是很累，真的很累。然后其实一些酸民牙签看庙会，这边嫌东嫌西的，这边骂东骂西的，啊、其实也算的啦，因为人家对得起他们主公，办这个活动对得起他们主公就好了。其实没有人 care 你讲什么。他们这一场其实规划相当谨慎，也相当完善。台下除了后面有这个清洁队哦，我们不造成任何垃圾哦扰民这样子，所以我后面都会清一清哦。最主要是他后面居然还有这个紧急救护哦，所以这是很用心。师傅，我领队啊！师傅要赐福，
轻松啊，注意。师傅，哎呀，要讲哪个？好，那大家，搞得我好乱啊！他套上拍亲情的，很可寄生。哎，只是说现在晚上是化安技工师傅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会上呀！后面有人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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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
你就知道我刚刚中午讲的吧，真的很辛苦啦，真的没有人爱办这个那么累的活动，还那么又第一次，哦，真的辛苦了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